有啲股份我覺得可以去推介一下啦。點解推介呢？就唔係話佢短期嚟講有啲咩特別好表現啊，反而就係、是、啊，因為你嚟緊虎年啊嘛，啊無論你結咗婚，可能有小朋友啦，或者未結婚啊，想收翻啲利是錢啊，想去揾佢部署下嘅話，去進行做一啲利是股啊，有邊啲可以去睺下咧？我覺得呢兩隻股份咧係可以去睺下，做一隻利是股嚇。點解咧？因為佢係長期嘅表現好穩定啊。再加上佢哋個息率又相對上吸引，所以如果你想去揾啲利是股啊，然之後可能幫小朋友理財啊，又教佢去投資嘅話咧，我覺得喺啲穩穩健健啊，基本因素又好，又會有派息嘅股份咧，佢會係一啲好啲嘅選擇咯。咁係邊兩隻呢？我就會揀啊，就係領展啦。領展其實講過好多次啦，咁相信大家都唔陌生，係做啲本地零售啦，咁啊係商場業務，然之後出租啊、收租啊，你可以帶下啲小朋友去行下啲商場啊，介紹一下俾佢哋睇啊，到底其實啲租務係點樣去運作咧嚇、啊，然之後你派息翻嚟又可以去幫你做個資本增值啊，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幾好嘅一個教小朋友投資啊，或者你自己去做一個投資嘅一個課題啦嚇。